这里是小团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没有太多干货号召大家集体吃粥的我。第一次来到台州呢，是参加一个我的车的新品发布会，魔销的 500RR。 大家看看这辆车，觉得它值多少钱？其实我还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今天晚上会是一个比较惊喜的价格。给大家看看这辆车。哇，好重啊。看一下这辆车啊，这辆车的坐高，我身高1.6米，这辆车坐高官方给到的数据是790，感受一下，的确是大概是这个高度，没有虚报。我扶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重，首先它是一个趴赛，重心本来就偏高，其次是它有22升的油箱，这辆车现在是加满的状态，干重是196公斤，大家换算一下啊，就是加完油以后大概是一个多么重的重量。目前是这只1.6米的柯基还是可以 hold 得住的，一会儿给大家骑一下。骑行姿势真的是很战斗呢。再我们看一看这个，它前轮胎的宽度是120，后轮胎是190的胎宽，这个宽度190，从后边看蛮壮实的一辆车。